市场研究机构第三季全球智能手机出货同比下降 6%， 小米第三。 IT 之家12月2日消息，市场研究机构 Counterpoint 公布了2021年第三季度全球智能手机报告，第三季全球智能手机出货 3.42 亿部，同比下降 6%， 但环比增加了 6%。 具体来看，三星该季度出货量6930万台，市场份额 20%， 遥遥领先。苹果得益于 iPhone 13系列出货量4800万台位居第二，市场份额 14%， 而小米由于芯片短缺问题，全球手机出货量环比下降了15%，以4440万台降至第三，市场份额 13%。 中国品牌 vivo oppo 并列第四名， YME 以 5% 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五。分地区来看， vivo 成为第三季亚洲地区销量最高的智能手机品牌，小米排名第二。在北美地区，苹果以高达 48% 的市场份额遥遥领先，三星以34%的份额排名第二，摩托罗拉在该地区排名第三，一加 OnePlus 排名第四。 IT 之家了解到，2021年第三季度中东以及非洲地区是最大的功能机市场，功能机在北美的出货量同比下降 44%， 欧洲下降了 40%。 ITE 就在功能机市场排名第一。